票房毒药武器拍，拍之有意长住加拿大啊！着晒潜水衣，又带两个仔去边玩啊？加拿大嘅素里啊！听闻佢开心到想去加拿大长住添，贪嗰度华人少，唔使俾传媒追访，两个宝贝仔可以过平常人生活啊嘛！加上佢同母异父嘅家姐又喺加拿大生活，大家可以互相照顾啊！佢想啫，不过霆锋、拉姑同四哥都未必制、啊。仲有啊，虽然贵为票房毒药，而家冇戏拍啫，但系可以靠广告搵钱噶嘛。嘿，有报道话佢代言嘅内地奶粉验出有反式脂肪啊。中国羽协话反式脂肪系自然食物成分、啊，唔知柏芝敢唔敢俾两个仔饮呢？九成韩国明星未换都做过韩式科啲回力买先。依家多特普拖8800蚊有得做啦，想瘦面使乜飞去韩国啊？